四百新的一天。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华山。华山文创来干嘛？苏珊来华山来体验一个生物体验展。哎呦，寒假到了，又有非常多的展览要开始了。是变变变哦！哎呦，变变变！哟，他在干嘛？在干嘛？这好像就是一个生物的体验展，然后后面会有个什么变装，我不晓得是不是变装。我稍微看一下，好像是日本最新的互动式的乐园。对对，我知道它是互动，就是跟那个大人小孩一起互动，但是很适合小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会错意，我总觉得后面会有什么变装什么之类的。好像也有，好像也有。对呀，必须看很多生物给他体验一下，吓吓他。Check it out！ 你要太木药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好不好？啊。按赞加分享好不好？啊。追踪我们的 IG 好不好？啊。停下来消费啦！停下来，看到商店了。哎，我没有看到哎。可是这是出口，找路口走。OK， 我们刚刚进来看到这边有分很多区，然后每一区有不一样的动物。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水上丛林，听说是一个水上的一个互动游戏。嗨，你要划船吗？但是我现在还没准备好，因为他有点紧张。等一下，你要脱外套吗？脱外套吗？嗯，好，脱外套。OK， 妈妈，妈妈 ，Go。哇，超多科普知识啊！婆罗洲森林的不可思议资讯，就感觉是国小常常会见到一些什么自然科学啊。对对对，博物馆会展览。国中之后再也没看过这种东西。呜呜呜！哇！你敢猜？你敢猜吗？我们要爬的啊！我们要爬的。我们要爬的，爬起来呗！哟！棒啊！来，我们来。再一样，再一次，那个怎样？爬，爬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啊！先切吗？爸爸切吗？变身成什么吼猴？要把敌人吓跑，所以要学他的叫声。我应该请 Cody 来叫，要大吼一声，要对着他。现在吼就可以了，直接吼就可以了。不知道哎，因为有听到吼。怎么玩？这就是要去猎捕那个斑马，你进去你就是狮子，所以你要在斑马看你的时候，你要躲在那个草丛后面。等一下，我们如果斑马在看我们，就要躲草丛。偷看的。斑马不要看，不得啦。可以感应到我们要跑出来，我们要来玩这个溜滑梯。哎，讲得好弱的感觉。它是一个鲨鱼的嘴巴，然后前面有一个滑冰的感觉，然后可以穿它那个企鹅的服装。但是我怕我儿子可能穿不住，所以我们就直接滑下去。然后刚刚看到很多人是用趴着玩，超可爱的。鲨鱼尖尖啊！来了！怎么那么慢？怎么那么慢？爸爸有重力加速度，他没有。啊！哦，谢谢。啊！
好臭，好臭。里面其实不大哦，它大概只有四五个可以跟小朋友互动的游戏。对，我们今天呢算是一个体验日，它体验日的话人也算非常的多，可是已经有点爆炸了，对，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但是他们第一天试营运呢，所以还有点不熟悉，人太多的话可能会有点不尽兴，就推荐大家可以平日来，如果假日的话，希望他们可以做一些人流的管制啊，不会耗太久的时间，就小朋友进去玩一下，没电就可以走了。对，两三个小时顶多就可以玩完了。嗯OK， 好了，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拜拜。I'm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on clouds instead of the concrete. I'm dancing through. Everything's about to come my way. Nothing can ruin my day. No matter what anyone does or say, I smile at fools. No, I don't care 'cause I am on my way up, and I won't stop. I won't slow.My feet, I'm gonna rise up. No, I won't stop. It is my time.